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安，今天继续我们的 DeFi 节点深度解析系列，深入探讨 DeFi 中的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条件分支节点。想象一下，你正在开发一个客服机器人，它需要根据用户的不同问题类型，给出完全不同的处理路径；或者是你在构建一个内容推荐系统，需要根据用户的偏好提供个性化的内容。这时候，条件分支节点就能发挥巨大作用。在实际应用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用户提出一个技术支持请求，我们希望系统能智能判断，如果问题涉及到技术故障，则调用专业知识库，如果涉及到退款问题，则转入财务处理流程，而如果是一般性咨询，则由 AI 直接回答。条件分支节点正是为解决这类复杂决策场景而设计的。今天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利用条件分支节点的 if、leave 和 else 的路径，实现基于不同条件的智能流程控制，让你的 AI 应用变得更加灵活、智能和高效。好了，废话不多说 ，Let's go。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if else 是一种逻辑判断，如果你学习过一两种编程语言，那么一定会很熟悉 if else 的逻辑判断语句，不熟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的大脑里也潜在着 if else 逻辑思考方式。比如偏见就是最简单的一种 if else， 从特征直接得出结论。我们就先来简单看一大段大脑自带偏见逻辑的流程。比如你认识了一个陌生人，得知了他的年龄，如果是13到25岁之间，那么你会觉得他叛逆，不懂社会规则。如果不是，那就进入下一个 else if 的逻辑判断。如果大于25岁并且小于等于60岁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中年人为家庭奋斗压力很大。如果又不是在这个年龄范围内，进入下一个 else if 判断。大于60岁的人保守跟不上时代。最后 else 这边其实就是年龄小于13岁，在这里大脑宕机了，属于无法判断那种。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偏见逻辑判断，但其实 if else 这里重要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根据判断结果执行不同的工作流。在这里啊，就像见人下菜碟，根据对象不同而行为不同，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具体到 DeFi 里，就是执行不同的工作流。我们回到 DeFi 中，这里我在 Chat Flow 中添加了一个条件分支节点，位置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在开始节点的后面。我让它根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词进行判断并分流处理。这边一共是三个 case， 然后再加上最后的 else， 也就是四种情况。Case 1，如果提示词中包含 Google 或谷歌关键词的话，在接下来的工作流中会使用谷歌搜索，比如这边我们添加提示词变量，然后进行 LLM 的整合搜索，回复用户。这个应该不难理解。接下来 Case 2，如果提示词中包含 Wiki或维基百科的话，那么在后续的工作流中，首先会在维基百科中搜索，这里我们在这个节点中设置，同样设置用户的提示词，然后语言这边填写 ZH 简体中文，然后同样是进由 LLM 来加工回复用户。接着是 Case 3，如果提示词中包含敏感词讨厌，那么会拒绝回答，也就是这边，这里啊是我事先设置好的回复的台词，是很有趣呢。然后是最后一种情况 else， 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只通过 LLM 来回答问题。最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有条件分支的工作流，我们点进这边的预览，就问他版本龙马是谁？用 Google， 我们可以看到条件分支节点就把我们分流到了谷歌搜索这边的工作流。
这俩就是谷歌 LLM 为我们整合的答案，是不是还不错？接下来我们再问另一个问题，版本龙马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这里是用 Wiki。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Wiki 的工作流。好的，我们再来测试下一个，比如这里我说我讨厌版本龙马，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事先设置好的台词，系统检测出用户重婚时拒绝回答。再来测试最后一个，版本龙马是谁，这里我就不加 Google 或者是 Wiki， 看一下答案。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普通 LM 这边，这里就是普通 LM 给我们的答案。这里其实有一点不太严谨的地方， Google 搜索和 Wiki 搜索那里实际上我们提示词全部会被当成关键词去搜索，比如版本龙马是谁用 Google， 如果在搜索方式上采用下拉选项的形式，自主选择搜索回答方式会更严谨一些。除了用系统提示词来控制回复之外，我们也可以这样用更精确的关键词来控制工作流，实现更为高级的私人定制。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用条件分置节点根据对话次数强制结束对话，同样是在开始的后面，我们先添加了一个条件分置节点。我们先看一下开始节点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system dialog count， 这是一个代表对话次数的变量，初始值是0，第一次对话的话也就是0，后面每进行一次对话后这个值会自动增加1，第二次对话的话就会变成1。所以在条件分支这边，我们先看 if 这里，我们先设置刚才的系统变量 dialog count，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 constant 常量，因为我们只允许第一次和第二次对话，所以变量值就是0和1，所以在这边我们符号设置为小于等于1，所以这里设置为小于等于1就好。接下来后面这边我们将 if 这边连线连接到 LM 和直接回复这边，保证用户能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对话。然后 else 这边当到第三次对话的时候，这里就会回复一个固定的台词，就是这边您的免费对话次数已用完，请充值。我们接下来就来测试一下，比如我问他版本龙马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是怎么去世的，这里就强制出现了白嫖警告。最后我们在视觉识别 Object 工作流中试着添加一个条件分支节点，帮助我们 check 一下上传的文件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含有 JPG 格式文件。我们先来到开始节点这边，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变量 Upload Image， 然后我们选择字段类型是文件列表，变量名称显示名称，然后是图片，选择本地上传，并填保存即可。设置好后我们来到条件分支节点，我们先看一下 if 这边，我们先设置好刚刚在开始节点中设置好的变量 upload image， 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是列表 array file，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子变量就会出现这个 type，然后我们选择图片，然后选择的关系是是，然后再添加一个子变量 extension， 也就是格式后缀，我们填入连 jpg 同样是是，这两个条件的逻辑关系是 and， 然后 if 条件我们就设置好了。然后我们将这边的 if 关联到这边的直接回复，如果我们上传的文件中出现了 j
JPG 格式文件，就会自动回复，上传图片中混入了 JPG 图片格式，然后接着就是 else 这边，我们会连接到下一个节点迭代。因为上传多个 PNG 图片需要识别，所以这里我们添加了一个迭代节点。我们点开，在输入变量这边，就是开始里的 upload image array file 没有问题。为了增加运行速度，我们启用了这里的变形模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迭代节点里面有一个 LM 用来识别上传的图片。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提示词，很简单，识别图片中的 object 用中文回复100字以内。然后来到下面，我们启用这里的视觉，然后变量这边，我们要选择当前迭代 item， 也就是上传的图片文件，千万不要选这边的 upload image array file， 这样选择的话一定会报错。然后接下来为了方便查看输出结果，我在 LM 后面设置了一个模板转换节点，这边有三个变量，迭代的 index item name， 这里就是文件名，第三个 result 就是 LM 识别的结果。然后这边的模板也很简单，显示出三个变量。然后我们回到迭代节点的设置，在输出变量这边，我们选择模板转换 output， 这里其实输出的是 array string。 关于迭代节点和模板转换节点的设置，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在往期中已经深度解析过了，大家可以自行前往观看，看完后千万别忘了点赞哦。接着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我们这边点击预览，上传图片。第一次我先上传一个 PNG 加一个 JPG 格式文件。好的，上传，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上传图片中混入 JPG 图片格式，这里的条件分支节点就逻辑判断成功。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然后删除这边的 JPG， 然后再上传一个图片2的 PNG 文件。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这是什么图片，图片1是红辣椒和绿辣椒，图片2是面包圈，然后这里我们添加上图片2 PNG。 好的，我们继续测试一下。好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index 0，然后文件名图片1 PNG， 然后识别的 Jacked 青椒和番茄，好吧，这应该是错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图片2这边，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类似于芝麻的物质，这里就识别成功了。接下来看一下官方的应用场景好了，我复刻了这个工作流，来看一下 China UI 界面，点击这边的预览，我们需要输入两个，一个是 input， 一个是 summary style。 我们来看一下开始设置节点这边这两个变量， input 这里是一个段落，然后 summary style 这边是一个下拉选项，我们可以选择技术。我们点开下面的条件分支节点，这边 summary style 就成了这边条件分支节点中设置的变量了。我们这里设置包含技术，如果包含技术的话，我们从左边工作流也可以看到，它会首先检索知识库，然后经由大模型 LM 最后回复，如果不包含的话则会经由 LM 普通回复。这里啊，是否检索知识库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我们通过点选这个选项即可。但如果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用户可能不知道属不属于技术范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接触到 DeFi 的另一个节点，问题分类器，就像参数提取器一样，问题分类器中内置了一个 LM 来对用户的问题分类。个人觉得
if else 仅适合关键词触发的设置，比如涉及到 AI 伦理，问 AI 如何破解 WiFi 密码、破解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句式来回复此类问题。顺便，我们也可以在开始中，我们也可以记录下 System User ID。至于怎么用，呵呵，那是你的 AI 用，你说了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就点赞、关注。你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西安，我们下期再见。